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小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1310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我们把镜头呢带到魔方所推出的 BSD14 号的还有第15号的这个击退还有碰撞。那么由于是规避版权的关系呢，他们把角色的名字呢做了一个对调。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他们谁是谁的话呢，其实呢就可以透过人物卡来做一个了解了啊。灰色红脸的这个的话是碰撞啊，致敬到莽撞。这个人物的话呢，也就是什么，就是我节目里头经常出现的这个比例尺啊。这个翻开之后啊，你可以看到这张红色的脸，还有这个家伙啊。OK，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呢，其实呢，在我的节目里头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莽撞，对不对？然后这个是致敬到 Knockdown， 那他在这里头的名字叫做 Beat Back， 就是击退啊，击打回去吧，还是打退回去啊。OK， 那这个就是击退跟碰撞。今天的话呢，我们就用这个名字来做一个称呼。两者都是小比例的玩具啊，它跟官方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指挥官级大小尺寸大概是这样。或者呢，喂，我们拿出这个最近正夯的这个王国系列的这个老鼠，我们把它跟这个老鼠放在一起啊。当然这是超级巨大的老鼠啊，不过比例大概就是这样。那再拿出一款也是我蛮喜欢的这个化石的这个龙。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小比例的玩具。那做工的话呢还算可以，那这个是特殊的这种尼龙材质啊，在变形把玩的时候呢安全系数是很高的。那两者呢是属于一个小互相改模的，谁改谁我不知道啊。上半身呢几乎都是一样的啊，非常扁的一个胸，还有背包也是很干净很利落。尽管这个背包好像跟动画里头的样子的话是有一点小小的一个出入吧啊。那后方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下半身就是不同了，两者的下半身呢是做一个前后对调的。那在变形的时候呢，这一款这个击退的话呢，它是下半身是不用腰转，但是这一款这个碰撞的话呢，下半身要做一个腰转180度的一个变形。那头部的话呢都是一个球形的关节，那也是全身上下的唯一的球关就是在这个脖子的部分了。我们看它这个面雕啊，你看这么小啊，但是呢做的一丝不苟啊。那另外的这个红脸的两个都是红脸哦，这个碰撞，你看这个轮廓啊什么的，就是跟有一种肌肉的感觉。这个紫色的眼珠挺漂亮的，然后这一款的话不知道是有异期还是怎么样，但是感觉的话就是都是人脸，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人脸造型的啦。那身上的关节大多是偏紧啊，特别是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这个那个档啊，这个击退啊，这个家伙的关节比较恰到好处。那这个灰色的这一款碰撞的话呢，它的一个这个像它的这个二头肌啊，我觉得我转动的时候呢就感觉是非常的紧了啊。可能节目录完之后我还是会按照惯例给它上一点吸油做一个保养。那腰身可以转动，以及呢它有一个往前面啊插开往下看的一个关节。那这个关节可能是唯一呢，如果你拿起来甩动的话，它唯一会动的关节，其他的话都非常的紧实啊，很扎实，脚前后踢外摆内收都是有的，膝盖可以弯90度，脚踝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接地的一个表现啊。那枪的话呢没有涂装，但是由于枪的这个后面这一段都比较长，如果你手臂要折的话呢，这个枪必须要稍微错位一下。然后的话呢，这个由于它本身是一个汽车合体的成员，那目前的话呢由于没有其他的成员，所以也没有办法给各位展示它的一个合体的一个过程或者是变形的一个过程啊。甚至我连它怎么样，我是看了他们汽车合体的这个灰模了啊，感觉变形应该是否还是需要配件之类的啊。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直截了当的话呢来给大家示范他们的一个变形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好玩。手臂呢做一个缩短，背包的话可以从这个地方先拉开之后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内部球冠，头部头要摆正啊，然后往下面收进来，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块手臂的蓝色连接部件，手拿出来之后呢把它打直之后呢往上面翻上去，手臂再翻下来，怎么样，这个是变成人形的时候是打成一个 L 型，变成车型的时候就是把它整个拉直之后往上面靠位就行了。然后两手臂的话呢，手腕的话呢当然是转正了啊，转正然后就把它给放进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一个部件，这个前面这个车头这个双动关节往前面按下来，哎，咔的一声非常清脆啊。然后呢脚的话呢是把这个两侧给拉开啊，这个地方给拉开，
转过来这边好，这边比较好拉，揪着它，然后往外面扯开，你看这里有个连接，连接的一个部件，两侧都是一样的，拉开之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滑槽，滑槽的话呢，我们一起的把这个脚呢给缩短，那你就会发现呢，缩短的只有脚的内侧，外侧它是没有动到的，你这个时候呢，可以两侧的话先做一个简单的合并，这个部分再往顺势往上推就可以了，这里也是一样，反折顺势往上推，推上来，你就会发现这些结合的卡扣就在这了。我们这个呢，把这个手臂的话呢包到内部去，两侧都一样，包到内部去，然后就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啊。这公差的计算呢，可谓是非常之精准了啊。再加上这个尼龙材质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变形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那最后的这个密合的话呢，用力把它给塞密合一点是更好看一些。你看这一款这个击退的一个变形过程就算 OK 了啊，非常行云流水啊。那滚动性的话呢，我们来示范一下啊，其实呢算普通啊，并没有说特别的好，因为我觉得轮胎实在太小了，轮胎是真的做的比例不太正确，你看一下这正常的比例啊。那这个另外来自示范一下这个啊，这个碰撞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就可以变得稍微快一点啊，一样的把这个部件翻下来，头部的话呢摆正之后放进来，然后这两手臂的话往上面推，这里呢打直之后往上推，好，然后呢把这个部件往前盖啊，这个地方往前盖下来，整个的给做一个压紧的一个动作。那它的话呢是有一个腰转的动作要做啊，还是唯一两者在变形上是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以前面这个地方的密合来讲的话呢，是这一款的密合度比较简单，但是它这两块凸啊，在这个的话它是凹，对不对？它这两个的凸凹是反过来的啊，所以好像这个设计是不是比较好，比较有施力啊，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啊。然后一样两脚的话呢，一样把这个侧边给打开，这里一样侧边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一样先把内部给缩短，这个地方给缩短，这个地方给缩短，两侧都缩短之后呢，先将内部呢做一个合并啊，这样我们会比较省力。那这一款这个碰撞的话，它多了一个斜肩，它的斜肩是要按进来的啊。那这个部件在它的身上是没有的，这样的。那这个当然不会影响什么变形的一个流畅度了。然后一样是把这个拳头呢给塞到内部去，这里也是一样的，这样过来。好，一样的话呢，透过精准的这个公差呢，还有这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尼龙的一个材质的话呢，这个变形过程呢也是没有任何难度的呢，就可以完成了。那最后的密合的话呢也是一样啊，各位可以尽量施点力气啊，去把它推得更密集更好。它的一个密合度的话呢，我相信每个人推出来的一个密合度是会不太一样的啊，有原则上就是可以推得很密合的。好，就完成了这一款这个碰撞的变形过程。那我第一次变形的时候，我想说奇怪，它车子的后方造型，哎，真的是这样子吗？好像反正就觉得有点，是这种车型是真的这样吗？我不是很清楚啊。那一样都是这种流线型的一个样子。那以两者的话呢，是感觉是这个蓝白色的这一款的话会更加的流线，更加的好看。这个，鲨鱼头的一个感觉。那两个轮胎都是一个偏小的一个状态啊。那武器的话呢，似乎在这个形态下是没有得做一个收纳的。那我们这个大小比例的话呢，一样，请出刚刚的老鼠啊，把这个老鼠放在这个车上的感觉，差不多就是一样的大小啊，几乎是一样的大小。那整体的变形呢，可以说是非常之简单，人形也是干净利落啊。那更加的期待呢，它之后合体之后的一个整个成员的到齐了。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